本案 A 型大客车沿金庄路往南行驶，欲左转时，其右后车身与 B 自小客车擦撞而肇事，现场无人受伤。经酒测 ，B 车驾驶酒测值达 0.44， 警讯后依公共危险移送士林地检侦办。本分局呼吁民众饮酒有过量情形，应充分休息，避免宿醉酒驾情形发生。